民建聯選情告急，而家我哋係非常之嚴峻。由我選舉開始之前咧嘅抹黑已經一路開始，去到選舉期間亦都不斷抹黑。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民建聯做嘢係光明正大。近呢幾日更加係有啲不明來歷嘅電話同埋短信，就話民建聯已經夠票啦，投俾第二啲人。令到我哋街坊都好疑惑，走嚟問我哋究竟發生咩事，係咪真係夠票？有啲人甚至乎咧就話：哎呀，得啦，你夠啦，你 OK 噶啦，我哋要保住其他咁。咁但係咧，咁樣落去會令到大家好混亂。民建聯從來都係扎根喺社區，踏踏實實同各位市民服務。我哋入到議會裡面，希望我哋議會係做到嘢嘅。今時今日。選緊舉嘅期間，有啲人認為流會拉布係佢嘅公職，有啲人收黑金仲係打橫行。我哋希望一直以嚟冇出嚟投票嘅沉默大多數，今次選舉要出嚟投票。大家過去對於香港嘅環境覺得好混亂、好不滿嘅，我哋今次要出嚟投票，支持穩定議會嘅重要力量民建聯。點解要支持民建聯？因為我哋唔希望香港亂。點解要出嚟投票？我哋都唔希望香港亂。我哋希望議會係做到嘢。點解要支持陳恆斌同周浩鼎？因為我哋係年青有活力，做事有成績。我哋係有承擔嘅年青人。我哋唔希望港獨嘅苗子喺立法會裏面俾佢抬頭。我哋唔希望我哋穩定嘅香港俾人破壞。我哋更加唔想。我哋嘅家園俾人摧毀，而家陳恆斌同埋周浩鼎，我哋嘅選情的確係非常之危急，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各位荃灣、葵涌、青衣、長洲、東涌、愉景灣嘅朋友咧，支持16號陳恆斌，元朗、屯門、天水圍，以及係部分離島嘅朋友。支持9號梁志祥，令到我哋能夠雙雙入到議會，但係千祈唔好唔記得，你仲有另外嗰張票，一定要投埋俾周浩鼎，等我哋民建聯能夠雙雙入到議會，為各位服務。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嘅呼籲，各位朋友，大家要珍惜手上嘅選票，一定要出嚟投票，為香港，為香港，創出路，創出路，向前。向前，向前。